3月16日消息，有网友爆料，言承旭预定了巴厘岛阿雅纳酒店3月21日到3月29日的婚礼场地，联系到早前他与林志玲的复合传闻，不少网友猜测二人要在巴厘岛举行婚礼。除了有二人在巴厘岛酒店举行婚礼的传闻，还有某婚庆公司的网友爆出要在同时段为二人举行婚庆活动，进一步坐实了传闻。另外此前还有网友爆料二人已经隐婚2年，记者为此特意联系到巴厘岛的该间酒店，对方工作人员称这么紧的行程他们没办法处理，但当记者再度问起酒店下周的场地是否有人预定时，对方却缄口不言了。随后记者致电双方经纪人，言承旭方面也第一时间否认假消息，称本人目前在台北筹备工作，3月下旬会来大陆推进工作。林志玲工作室则回应，今年姐姐有许多海外工作邀约，这个月已经安排好在欧洲工作，不知道是谁要去巴厘岛结婚。哇，想象力都很丰富，太会自己补脑了。如果你们有受邀，记得多拍点照片和我们分享哦。